江南。拿上我们租的小车车了，那现在在干嘛？可能连线联网吗？好，妈妈开始导航吧。开机。哇，洛桑这个山城全是山，这是姐姐小时候的歌。没得唱了，你看大家都知道你肚子那是不正常，完了完了，被我记录下来了。我们到巧克力工厂啦！这小景区做的还不错哎，你们看这边还有一些给小朋友玩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已经在网上买好票啦，就可以直接进去啦。但是进去要戴口罩哦。哇，这边是做巧克力的 workshop， 但是要提前预定。看到巧克力师傅，好热情啊！环节，那一步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加胶水。
我们到小镇了，我们要到小镇来转一转。这住在这儿多舒服呀、啊！你看对着这个大山。我也想要这样一个菜园子。还是挺多人来这个小镇玩的，一路都看到有车上来。牛牛，你太近了，我看到几个老爷爷在吹这个炮，不是，这不叫炮，叫什么？我也想住在这种小房子里，有一棵树。小镇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地方，不过瑞士哪里的人都是这么享受生活的。